好像都已经很久了，然后他们都很多都是那不晓得说他们，还有人又插那个香烟呢、啊，然后在那个做祭拜。仿佛是安排好了般，打破的锦骨潭中赫然出现了一条外貌怪异的蛇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阴阳蛇？哎呦，安娜鱼啊！别站了！安娜！哎呦！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！哎，怎么了？阿胜，你跟我出征。是这个吗？你上个公婆来了，Yoko，你过来，哎呦，我的工人打拢平安发财啊！不是啊，问题昨晚我们不能打破人家这个东西啊！对好吧，啊，他多钱了？已经钱了，我得退平啊！啊，我看那个东西，谁敢看啊？太恐怖了！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没啦，今晚不是怎么办的问题啦，到。咱今要找的有无？对啊，就一尾啦。你看卖啊嘞，阴阳蛇、啊，阴阳蛇啦！你来看，你看，有无？嗯，你涂个灯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王，你看有无？马兰贝啦，这猪王，你看有无？有王有无？嗯，你看。没有想到，竟然在一阵混乱中，外警队就这么误打误撞的找到了阴阳蛇。可是这时待在一旁的优扣却神色有异。啊！你莫小心，哪一个打破的？啊！你我来讲哦，你等下别滴啦，你也别别，你也别滴。你敢讲破你红眼啊？你也别滴呢，你。赶紧！你来这个做买蛇只啊？我跟你讲哦。咱尽量买紧啦。哦。啊哪里啊哪？蛇怕是怎样？咱尽量。上次被蛇咬中毒是不是？有没有怎样？那蛇那我们抓这蛇没关系啊，放。啊！你好吧？你完了我。完了，局势越来越混乱，已经远远超过外警队所能控制的范围。现在连蛇爸也出现了异状，而优口的状况竟也越来越怪异。所有的离奇事件都发生在剪骨坛打破之后。外警队仿佛启动了古老的咒语，一旦被开启之后，便无法停止下来。讲到了，哎呦，啊！反应过去，赶快过去了。我讲，你多想偷我这红红的啊！就在这里了。啊！今天好惨啊！你让多帮我红红阿妈带无啦？啊！啊！落落！啊！姑娘，进来，我跟你讲啊！来。连在一旁的俊生哥也出现不寻常的反应，目前的状况已经完完全全超出外警队所能控制的范围。护理啊，先让他站着，先坐着坐。优哥，等下吧，你蛇吧，你有蛇。我给你借阴阳蛇，这个不动的啦。优哥，我跟你讲，这左边那一根地来，这两栋瓦了，往你妈挂。我跟你讲，卡掉。啊，俊生哥，怎么这样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的班车啦，这种人啦，这命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卡电话，叫我给你，你卡电话给你。来不及了。我讲，你站。只是单纯的出发寻找传说中的阴阳蛇，却不断衍生出致命的危机。难道真是阴阳蛇所活动的磁场果然特殊异常？你说你们在这边，我听到。好，来，
好，来来来，来我这里夹背夹，来来来。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坐嘞？陈哥，你们家包陈水啊？啊，我怎么坐？你俩俩等下，俩等下姜看完怎么了哈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来。两万。包公千岁竟然降价俊生哥的身体显灵，告诉外警人员目前正处于险境。外警队果然触犯了当地的神灵，他们究竟是哪里不敬了呢？来来来来，快点，陈哥，俊生哥不怎样。你老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陈子，快到。已经有一个，阮已经出去录影了，啊，一个查囡仔已经真发生问题啊，今要等下你叫因赶紧下车，叫因赶紧打扮来甲处理，哈、啊，无啦，即马阮已经载回来啊啦，呀哈，呀、啊、已经来啊，已经要到厝啊，较紧啊。刚才你刚才被那个包先生附身，你知道吗？忘了，知道吗？忘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捡到的，他们捡。你们这边的包先生在哪里？包先生在哪里？他的官主啊，官主在哪？你被自己的主神附身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逃避先安装一万五台啊！哦，那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阿来们，恶鬼恶鬼，我得去。有鬼有没有怎样？有鬼有没有怎样？知道啊，我现在没有醒啊。你老干干路公没等下出来搬那个车行，那个等下个搬呐。六神无主的外警队也只能遵从包千岁的指示，将昏倒的Yoko赶紧送到包公府中，听从包千岁的裁决，也希望能将卡到音的Yoko顺利救回。此时俊生哥通知的关将手已经开始准备，而外警队要将深陷危险当中的Yoko带至包公府。完了嘛？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怎样？没有啊，还是没有醒啊。没有醒吗？对啊。没有啊。该按的，然后该帮他擦都擦了，就是。啊，手都受伤了，等下帮他擦。对啊。反正咱等下厝的，等下动完遐较处理。伊即马已经哦，算讲有阴的卡着哦，有哈，迄个什么阴气哦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来，即马我接手。来，我接手哦。对啊，应该只是短短的路程，却显得如此漫长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替Yoko担心，生怕一个不小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。回想外警队今日所遭遇的危险，似乎在一开始就有不明暗示，要外警队停止搜索。但外警队只把这当作一般灵体的小玩笑，没想到却酿成如此大的灾祸。然后他身体一直变，那个体温一直下降。对啊，身体越来越冰哎，怎么这样？我有一个预感嘛，感觉咱人无受伤，咱唔对安尼啊。这样子。啊，就开始迷迷糊糊啊。迷迷糊糊了。啊，就从那一边办案啦。是刚才，因为是刚才那个谁撞破那个骨灰那个。要开始还袂弄掉，我这边已经就开始咧无受伤啊。嗯。人已经状况就了无受伤啊。从那蒙蒙渺渺，那了了光光啊。你觉得是应该是他那个是死的问题，还是到底是死？还是那个糖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真啊，我证明我也嘛不知，所以咱等下来问我的主神看卖安尼个吼，啊看安怎办，看伊安怎讲，他来处理啊！啊，我已经打电话等于叫因遐，我厝下遐我无上无，叫因赶紧打扮来个阿叔啊，吓啊！反正咱一个有一段时间尔。快点啊！来，我走，来我走去。嘿，这海呢？对啊，我看到一个看到边。小心小心小心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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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妈哪里？在哪里治吗？在那坐着。妈妈头小姐。啊。小姐啊，别乱。啊。要扣要扣起来，快点。昏迷啊，昏迷啊。那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报告。等一下。落。总算来到包公府的优口，是否可以逃过一劫呢？他真的越来越冰哎，怎么办？那鬼神固定机啊，快啦！优口，优口，优口，优口！哎，小姐呀！优口，优口起来啊！优口，优口，不要笑我了！优口，起来啦！阿哥，你快点起来啦！那怎么办呢？快点，他起来了！快点，老公，他都要背了包公，唔去搞背了，再跟你用。对对对对，你赶紧来，赶紧来，快点回来！这生命问题呢？他死了！优口可以脱离险境吗？包千岁对外景队的行为又会有什么指示呢？好不容易抓到的阴阳蛇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千万不可错过广告后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。嘘，好。